开始。我今天要去泡汤吗？晚上啊，还是要去吧。你不要哦，泡汤可以消除疲劳，哎，脚酸死了，当然要。我看3:36。是他刹不了车。啊？这里就要全速了。哎呦，这车不动了吗？好，等一下，它又停了哎。又交叉。前面的冰有卡到吗？没有，没有踩，没有踩好。重新，没有，没关系，这样子。可以玩了吗？等等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。好，不要踩。不要硬踩。拿出来，然后脚底敲一敲。那个脚下那一块冰，对。脚跟要敲一敲。脚跟在那个。对。在那个前面翻顶刮它。脚底有血，脚不是你，哎、欸。OK。等一下，大家都一样用冲的。哪里要开始冲？这里就要开始冲哦。这里就要开始了。好。哎、欸，他们两个连在一起。不要连在一起。他们两个连在一起。
动不了，动不了。滑回去了。
板，你看得到？你拿好，你要给我掉账哦。对，掉账很麻烦，捡不到的。嗯，会有人帮我捡？不知道，因为这下来应该滑下去，因为应该很软。会有人捡，然后又去坐缆车吗？不会，因为在这个下面很难捡。你看这个下面掉在这边很难捡。哦，因为那个栅栏过不去。过得来，过是不是问题？是你看他别人应该有一那种，你看凹下去那么深，那个而且雪很松。人家没有花糖哎，这么大只啊！开心啊！这很像棉花糖，像吗？真的，白白，很像很多盐。台南有个地方是盐山，也是长得像这样啊，白白的一座一座。青湖盐山，我怎么好像坐得太挤了？太挤，坐太近了。要打我的板子，要掉了也很麻烦。你看，我们靠着边边。我要掉，现在都不掉。你要从哪里发挥？嗯。上面，上面啊，车站下的就知道了。是什么线？绿线吧。都是绿的啊。什么都绿的，我想和我看蓝的。我不知道哎，等你稳定一点。下次来的时候。嗯，好、啊。下次来的时候怎么去？好。你先把绿线都弄得很熟，刹车让你随时停下来都可以停下来，再来画蓝的。哦，这是绿线吧？这是刚有滑，一路要冲啊，不然到不了缆车站。这样冲的，不然就到不了，就要用脚在那边撑半天，很累。这里为什么都没有了？这不是线啊。如果应该也有人滑，它地上有线，就是有人滑。这是什么线？红线？它没有，不一定有写。蓝线。绿的吧，不知道。蓝的，因为有点那个，有点酸。你怎么不戴在手上？你的面罩为什么已经掉了？啊？哦。用眼镜卡住。这样有夹好。我这手比较不能放回去，这手比较容易放回去。嗯。你是想要这样放？嗯。它不会停止的。不会啊。怎么做那么慢啊？那就要把我们载回去啊。几分钟？嗯，好像六分钟，快到了吧？快到了。再一二三四五，再五根柱子就到了。这算吗？这什么？这根算吗？对啊，前面就到啊，你看得到了，四根。两根。最前面最靠近站还有一根，我没有算到。应该是三根的，因为三根不到。三。三。慢慢五岁就不用票了。对啊，比较便宜哦。哎呀，划算啊！现在就不用花那里。对啊。他是用小学啦，上小学了没？我跟我们像。对啊。看你的票上是有印小学生。最后一个第四个。拿起来喽！先拿起来好了。很恐怖哎。拿起来吗？不会了。玩的就这样子做，玩的游戏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做。
弟弟也拉了。啊，就怕到要下车的时候忘记拉了才惨。别卡在上面。说过来一点。别卡在上面，你让你拉的。不知道怎么办。不会，他不会让你坐下去，他会等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们是黄绿的，旁边是蓝的哎。嗯。可以走了。雪板的。所以你就下去就要休息了、哦，你不要闷帅一下吗？不要，不要闷下。舅舅，我们这边是蓝色。我要试碗，要试碗。不是啦，绿色的。啊？因为碗中的碗中的血比较少，这是闷下的血比较少。啊？什么？不绿的啦。啊？什么绿的。蓝。蓝的是这一个，绿的是这一个。是啊、哦，我们是溜绿的，不是溜蓝的。往右边看都平衡。对啊。我要跟，我跟舅舅。斑斑跟弟弟，弟弟莫你等。还他们都还没走，我们怎么走？雪好多、哦，对啊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斑斑还在我前面啊，没办法前进啊。哎呦喂呀、啊，脚劈开了，真是危险。跑掉啦！斑斑，你的 S 呢？你还是跟弟弟好了。斑斑跟我。弟弟在哪？斑斑跟我在前面树那边。斑斑，你跟我。斑斑跟舅舅。好，下去哦，慢慢走。
跑多少？啊！你要学会踢，哇！谢杨希，脚可以吗？并起来。好，我们等他们过，等他们过，我们再下去。我们怕他们铲到我们。好吗？你要跟着我的 S 哦。好，好。转，转左脚，左脚，左脚，左脚。下，右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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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猫，你不要滑那么快，会撞到我们两个。去那个了哎，我不能带你了。你要去哪一边啊？你要去哪边？但是要去那个我们不能滑的那个。黑线。蓝的。不好意思，再滑一次那个。不好意思而已。我想滑两次。一次网工，一次摸一下。但我要休息了。真的假的？累了。爸爸。好，休息就休息。我觉得你跑起来慢慢滑就好了。不要滑太多。你要去哪里？去那里？是吗？你要陪我吗？那你陪爸爸。要不要？好。你要教好妈妈。没有，我没有要带你呢，我要跟弟弟去耶。你跟爸爸。你要去哪？我们弟弟要去华蓝色的，陪他去。你们也去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哦。哪吗？下光看下去就会怕了。我也要去去看。你要他带去看晚光看看。你不要闹脾气，我可以救。好，只是那里雪会不会很松啊？我就想说那里应该会很松啊，我就想去洗一下。松很可怕呢。没有，那里会松，但是不会倒。哦。因为下面。滑起来有点像你们上次下那个很恐怖的地方的中间那边，没有到最上面，最上面很松。哦，怎么没来？欸，那不是问题，他只是倒了之后很烦。对，很麻烦。他摆烂然后放着。倒了就放那里，不要浪费气哦。我不想进树林。那是不是真的树林？那是设计给小孩子当进去用。我已经觉得高了，很多人。
先跟你，我们来录今天的影片，第二次采访。跟我要走哪里？当然走正常的。温泉啊？温泉，温泉有点不大正常。先绿在下半部前面这一条。啊？你要来？对啊。你是说力气只用一次再挖工就对了，是吗？对啊，我看挖工来一次我就不行了。所以先在这里，然后。是各录一次的话，怎么录？我帮你录就好。我自己的可能距离。可是别人还是有办法画成这样，画成这样。什么东西画成这样？你看这个穿白裤子。这次我下次才要真的、哦、没有现在没有男性小弟今天有塞过了吗
没有啊。昨天呢？没有啊。哎呦，我刚刚有绊到，会有摔倒一下。不知道绊到什么东西。自己是有自己坐下。滑雪怎么可以不摔呢？都这样子吗？冷哦，觉得这里比较冷。我觉得今天看起来还好哎、欸。对啊，真的觉得我要被刮短了。我们要下去吗？没有，只是现在看一看。你没有要去 吗？而且要右边一点嘛，这里是馒头哎、欸。我没有要去馒头、啊。对啊，所以要右边一点吧。嗯。冬天下去比较晚。对啊。这里是蓝线哎、欸。要是吗？我没有要现在啊。为什么要什么时候是？下一次啊。下一次。对啊。我们不是要滑两次吗？嗯。对啊，好，走吧。下一次来。真的吗？觉得我们可以。你知道最后被困在里面的时候就会很挣扎。这里面大概我猜测你们要花20-30分钟。对耶。真的吗？你想试哦？那小弟说先等于刚先热身，先热身别的一次，再来试这个。不算，你让进去先。没有。
平吗？跳跳，对啊，那你竟然有一点跳跳，对啊，有跳跳哎，因为你之所以有感觉到跳跳，是因为你速度跟我差不多快，但是用你以前的速度滑，你都不会觉得那跳跳。好啊，感觉还可以，那等一下可以进花宫，你也要下，试试看啊。那我下去以后帮你录。好，你录就是很挣扎的下。不用，你先在最上面，我下来之后帮你录。还可以吗？你说跟着 ZZ 的那个 S， 跟着 ZZ 的 S 哦。哦，你慢一点呐，好去 ，ZZ 的大 S 去。不要跟着自己的，不要。莫，你等一下。哦。那你我要跟你的。可以拍你。看他们哦。不，飞宇摔倒了，你要等一下哦。我说你先上去啊，我们等会上去。他先上去了，他坐上。三个一起。好。我在中间。刚才不晓得为什么跌倒。哼。自己都不知道。疲劳啊，没有，有时候累了。累了会跌倒。没有，因为跌了。很疲劳。只能跟你一起上课啊。有吗？
吗？不像火吗？没有吧？你说 git 吗？啊？好像没电。它亮红灯哎。小亮。有哎。它现在不受控哎，我要把它关掉，关掉哎。再来叫小弟帮你看，因为我也都搞不清楚是开的还是关的。它现在是亮红灯，红灯。应该差不多了。
呀、啊。这是刚两个下去的小朋友，很勇敢。反正我就是在前面，然后先到那边。我就觉得滑过去一点，其实我觉得前面一点在下，还是直直往前下就好。嗯，直直往下。你觉得我要在他们的后面还是？他们两个。然后压最后一个。是吗？然后是在你第二个。好，好冷哦，那天冷到我想尿尿。第三个。好。你要最后一个。好。你不会又几个弯就下去了吧？你应该会。你应该几个弯就下去了，你冲超快的。我可能会到橘色柱子那里。妈妈跌倒了。真的、哦？还好吗？哎、欸。你这样可能不好站哦。体力没有。对啊，你可能累了。还可以。要下去。我们走比较不陡的。啊？五、啊，就这样啊。我第一个，好，史丹尼第二个 ，Barry 第三个，就最后一个。我会帮你们录影，挥手的时候才开始。好。那要揪你到底上一下怎么下？啊？慢慢，来，是你第二个哦。跟好。踩好左脚就会下去了，踩好左脚。来哦。好。哎。踩好左脚哦，踩好左脚，左脚，右脚合起来一点。你看莉莉超快的，她超快就下去了，她每次都这样。太快了吧？她很快就会到，她冲很快啊。脚合在一起一点，对，踩好左脚。
脚脚会张开。啊！脚脚越来越开了，还是我要去他旁边？我去他旁边好了。好高哦！那你小心不要摔倒哦。这样。脚了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贝尔，你还是不要，有点可怕。你先下去，我怕会被撞到，踩对脚就好了。好，我帮你录啊，我在帮你录啊。对啊，小心小心。啊？有累累了吗？我不是累。嘿，有绊到吗？
脚敲压住了。好。好。我就是一开始啊，那个脚没有，一开始真的很可怕，是因为你知道我的脚高到什么样吗？我的一只，我的一只脚是高到这样吧？对啊，那又怎样？很斜啊。好歪。不然你这一段你就练单脚滑。对啊，就单脚啊。一开始比较陡。你敢动吗？那对啊，我自己都忘记练习，啊？再来一趟吧。脚酸啊？还好。还好。
这个其实我想说学或者存更紧一点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啊，刚后面滑的控制力还 OK。因为你们害怕的就只有那二十公尺吧。前面真的有点很怕，因为我是应该是说被自己的另外一只不是重心脚的，觉得它抬得也太高了，被吓一跳。就只是这样而已。对啊，就是这里吓一跳。我对我来讲的话，我是要试着看能不能就直直下去，不是直直下去，我是说直接从平的接着下去，我要侧着进去。那之前我都是从静止的地方进去。什么静止的地方？就是我站在这边，然后慢慢溜过去。哦，你要正下是不是？你要是正下。我想要平平的，然后接下去，还是斜的下，但是中间就不用停了，你知道是吧？你有停吗？我是没有啊，所以我今天跟昨天比，我昨天是站在边边下去，今天是站在路上，然后越过边边再下去。我觉得好像也没怎样啊，斜切进去就可以，然后就只剩左脚在撑着了。只是它很宽啊，很安心啊，还可以，而且没什么人。所以我不想滑 moonshine， 你记不记得昨天 moonshine 的触感？就是全都被刮得光光秃秃的那种感觉啊。所以我说我要试蓝色，然后不如试这边，因为这边没什么人。哇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挺好的。好，话才讲完。因为一大堆人下了就往左转，就去温泉。哦。然后我刚有仔细观察上半部。上半部那个挖沟我观察了一下，那个斜度更恐怖，所以上半部不能。你看这中间几乎都没有人。我昨天帮你录风下来的时候啊，后面突然间就是狗票人冒出来，从我旁边飞过去啊。不是，就是夜华的人啊，全都挤，全都挤到风下去了。那还不如滑这个，而且这个好宽，我觉得比风下宽。也不可以去右边，右边是馒头啊。没有，馒头一下就过去了。而且那个好像不是真的馒头，那个叫人造馒头，就是有人觉得心有不甘。现在是有一个人坐在地上，我们要滑的路是有一个人坐在地上，好冷哦！我现在有点背后有点冷，然后我就超想尿尿的。我也很想啊，反正就想说最后一滑就滑完再。所以就滑完这个就休息了，对。对啊。即使有力气也没有再滑。Over. 我想明天去，就是去上课摸到了。然后那周少宇想要跟怎么办？要让他跟吗？不大想啊，其实也可以啊。带着他的话，我们就不会不小心耗太多体力，因为会停下来休息。那反反会往外掉一样的。
点四十五还没拥挤的时候，赶快穿完沙发鞋子，之后他会一直会这边上来，绿了先热身，哎、欸，搞不好绿了就松垮垮的，有可能吗？应该可能吧。做第一轮的，你会滑到那种有压雪车痕迹的那路线，一直很想追求那个、欸。不是追求，好冷哦、喔，我好冷哦、喔，我为什么我超冷？又有那种温度会让你很安，很适合练。好冷哦！好冷哦！我不知道为什么超冷，超想尿尿，怎么办？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！来，来了啦！好冷哦！好了好了，准备收工。然后就收工了，今天就收工了，累了啦。我还没有累。好冷哦！我外套有拉吗？但是我整个冷到不行啊！你还是要第一个吗？还是我先下去帮你录？啊？哎、欸？再练一次就收工了。哦，不是那边哦，那个太危险了。那个我们也不要。哈，你要怎样梦？啊？什么？你要帮我录啊？哦。那他何必走这呢？哦，好冷哦。没有线吧？这没有线。好冷哦！那边。
也是没有划线，但是应该也很难。还是一样吗？你说顺序吗？对啊。小弟说他先下，帮我们一我们一个一个下，帮我们录影。好。好啊。好冷哦。有用吗？啊？有用吗？要。真的要？对啊 ，OK 啊。怕摔。小心啊，我刚才摔了一下。整个这样录下去，很舒服。我也录下去。不是，来看一下。GG 的那个脚，他的 S 超级大，你看两个他就到了，一个 S， 再一个 S， 然后他就到了。哦，这么深，好顺啊！哎呀，等会等会，还没 GG 停下来，他。挥手了，才表示他准备好可以帮我们录，你再下。还没，他还没挥手啊。啊，等他到机器旁边再下一个、哦。对啊，这才有录啊。你先好了，最后。好冷啊！真是我。刚才太兴奋了，整个台脚。很刺激啊。好了吗？还没。好了吗？好。OK 了，下。不错，加油哦。踩左脚，慢慢平行过去哦。对，平行，往前，再往前一点点，左腿往前一点点。他还是用披萨，也是下得去啊。安全就好。对啊，也是下得去，我只是觉得他脚踢得很开。让你先，待会让你先。对啊，其实好好下去就好了，加油！快点！他下一次。不要看这边，你看下面。下面就安心了。会啦，滑雪大家也常在摔。他有挥手吗？好，去 ，Go。
人坐吗？你要滑这边吗？我下去帮你录。知道吗？好，好，一小段而已。为什么不往下面一点？不行，我都会跳脚。你都一直刹车。对，就跳脚。好，结果。好。速度都超快的，一下就会到了。你要再下去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要再下去？好，往这个方向，好，是也可以，没事。你舅舅，你再下去拍。好，都好就好。下面一点了，不然一下。好边哦，我的妈！哎，你没有带，我有带都觉得。我只怕手机又宕机。哦。爸爸都下去了。我今天带那个暖暖包。好，好，走喽。爸爸，舅舅下去录。好，我要下去录吗？不用。好，小心。好。换脚的时候不是。换脚就是直的往下啊。就是转弯的时候。为什么换脚？啊，这一下去了。就是直的滑，然后就换啊，所以就摆回来，然后再换，直的再换。
但是好像还是很坐，讨厌。有一点你抓伤了。对，会紧张吗？其实你也不用考伤，你应该就要拍干净哎，又要放进柜子里。我要拍一拍。哎呦，真的要找个啦。针线包啦。我问柜台什么收音器。啊？没有吧？收工？谁？他们家雪具都放那边。又上了。哪里？因为他妈妈在呼唤他们啊。罗爵在那些架子的后面啊。那些架子的后面，刚刚他们，你们不是要放那边？你要去跟妈妈放在一起，不是吗？你们能放外面，我们要放柜子。刚你没有听到杰叫你吗？好想尿尿，我要去上厕所，去上厕所。哎呦，我的那个根本弹开，好危险。你在干嘛？小心走，别扯吧，别扯。
哦，一扯，听到砰的一声，是你缝的线断了吗？嗯，没有可能。要帮我关掉。